好，欢迎翻嚟翻嘅动漫无双，我系主持树玲，路过嘅有马二，嘉宾 I am， 系啦，咁我哋继续上一集 Face Daily 嘅故事啦，我哋好啦，我哋继续讲翻角色先啦，头先就讲咗主角同埋女主角啦，咁我哋讲埋另外嗰两大女主角啦，第二个女角要介绍，亦都系呢个人气排名榜一二入边一两次入边排第二嘅嗰位，咁系边位呢？阮板林，红色有角三倍速。冇角，嗱嗱，如果只角啊，真系有马尾啊，系啦，仲有马尾属性啊，系啦，咁有咩特别咧？呢个角色咁咧，傲娇咯，又叫系咧，即系佢系开头出场系教主人公，即系你唔识话系我教你点解有呢个就系属于系指导，真系指导员嘅角色咯。同埋因为佢指导性，佢就比较多机会表现发挥，同埋有佢嘅。因为佢似呢个过程入边属于恶魔啦，就比较多啲对于主角比较多啲剧情嘅重点系咪交互？反而因为咁样交流多，令到个角色你会真系 feel 到佢系生生咯，同埋可爱咯。可爱系你好 feel 个问题嘅，咁呢个唔关。即系啲表现机会多过 Saber 定系就抢烂过佢？始终你话系 Saber 唔系一个正常，即系佢有阿 Saber 又教唔到佢啲乜嘢咧，即系除咗唔系，同埋最紧要就系 Saber 咧，佢魔力唔够咧，成日喺屋企咧，变相佢活动机会少多嘅系。咁而家剧情点样塞咧？就揾阮板林去塞啊！真系佢要阮板林，佢由开头好似话由初期啦，佢哋接触到啦，就系、是、接触到呢个圣杯故事嗰阵，就要靠阮板林呢个角色去带翻晒成个故事。究竟等阿士容清楚知道哦，原来系发生咩事？即呢个系系啦，咁然后跟住就中段到后段就变咗系开始就少咗剧情啦，就因为变咗一个协助嘅角色，同埋都要俾其他啲角色去上场。不过其实咁样好抢眼噶啦，就真系。你话佢抢啊，我觉得都系因为佢女性化个 Saber 啫，佢真系似个女仔咯。Saber 你咁样一开始物件嚟嘅啫，系咯。应该话即系你如果你话要翻我哋睇轻小说嘅角度嚟讲，系真系属于比较正常主动正常见，唔会系真系啲好幻。幻想式嘅女性咯，系一啲即系你日常见到都会偶然都会见到有一两个特质有系喺正常女子身上见到嘅嘢咯，我觉得系，即系所以你会觉得组合埋一齐，你会觉得呢个角色好陌生咯，唔会好陌生咯，呢个角色唔会。同埋佢系最正嘅地方就系佢搬入咗，即系你把飞线咧，佢搬入咗男主屋企住嘅系，嗰日先至第四，即系。正統 H game 劇情，男女共處一室，當然佢係搞遠啦，佢呢個室啊。唔係，即係當然呢個就係個故事上嘅鋪排，咁令到多啲開頭多啲歡樂嘅情節俾我哋睇到啦。歡樂係老虎啊！咁呢個就另一個角色啦，呢個就佢個角色其實個背景嗰度就真係係真係帶翻成個聖杯故事個背景咯，我覺得就係由佢穿梭好多唔同嘅。角色出嚟啦，其實真係好多，其實同侍郎其實冇乜關係嘅，其實真係。即係個失與三家都係同佢有關有交流先至引到劇情出嚟。就算你話阿慎二其實好老實講，佢開頭係想同阿侍郎一雙一對嘅，但係只不過係有個阻合咗成班反冧喺度，所以佢先要同阿依個同阿呢個侍郎敵對嘅啫。係咯，咁之後啊呢啲咁嘅劈開咗啦，就唔好理佢啲人渣。系啦，咁跟住其實另一個 character 啦，其實就即係阿英啦，即係阿呢個間童英，間童英啦。咁依個其實比起阿 Saber 就更加唔知想點。存在感極弱。如果你係玩非常 UBW 線咧，同路人冇分別嘅係。一個被捉嘅人啦，你唯一嘅搶眼點爆點就係佢被捉嗰下就知道佢身世嘅問題啦，我覺得就。但係你話其他就可能都真係佢比較似啲典型女主角型嗰啲咁嘅。正常温柔賢淑，正常人嘅範疇啊，當然我講之前啦，温柔賢淑，居家萬能料理啊。身材又好啊，你有咩係嘛？即係完美人妻啦，即係完美妻子啦。你中意咪 P.S. 一句咯，佢計拉打之後第二咯。咁就反而其實就發揮機會冇咁，即係你唔係玩英線嘅話，其實就真係發揮機會唔多，因為可能真係因為要係講殺佢唔殺佢阿哥個問題啦，搞唔搞殘佢阿哥嗰個劇嘅，唔係咯，我都係嗰句咯，你影間屋，你譬如睇電視劇都好，唔會影你廚房嗰陣做乜噶嘛，佢做煮飯啫嘛平時。同埋翻下學咁樣，其實始終係乖乖女嘅屬性啊！佢太乖太文靜啦，即係冇發揮嘅角色。真係除咗廚房之外，就真係喺條路度同佢一齊行咧，去做老人嘅啫嘛。所以其實佢要去到，即係當然英線就我相信其實就應該冇乜機會同我化，因為其實對我嚟講，英線就真係算係
個幾逐發線逐塵幾唔討好嘅故事嚟嘅，同埋佢故事太過破壞設定，其實有啲真係破壞設定嘅故事嘅，係屬於一個咁就即係，而且佢嘅故事同埋市場未必夠受嘅。即係佢故事裏面咁裏面去到中段嘅性格逆轉嗰啲咁嘅嘢，同埋變咗個唔知黑化版，黑真係超黑化版嗰時候真係好S 啦，變咗個 S 女啦，就變咗個。其實普通化有馬爾講嗰個話佢市場啊，或者係咩性格逆轉，其實你睇翻其實三個女主角入邊。兩次嘅人氣調查入邊，佢都係三個入邊最衰、最頹嗰個嚟嘅。咁冇辦法，其實始終喺抽啲籤抽得唔係咁好，佢始終唔係抽到一個好好嘅故事嘅情況之下發揮佢嘅角色，佢覺得就冇得咁講嘅。佢由細到大抽壞籤啦，得俾阿查更後咯，第六同第五咯分別。佢細個抽錯籤去咗格同加咯，我怪啲天生嘅冇得解嘅啲。嗱頭先我講其實三個女主角咧就是、三條主線嘅故事啦，可能大家其實喺講呢個色彩線之前。大家講下呢三條線嘅最初步嘅感想。我哋鍾意 UBW 講完。嗱我自己就我會咁樣睇嘅。Saber 線就俾咗一個就係、是、基本啦。正常我預計得到嘅一個幻想嘅故事。嗯、UBW 就俾咗一個真係出人意表嘅故事。咁呢但係呢呢個英線呢就俾到我呢就係、是、一個就係、是、不知所謂嘅感覺。我又冇乜特別感覺喎，我覺得都 OK 啊。唔係 O 唔 OK， 佢係。我覺得三個都唔你咁講英線的確係最麻麻嘅，咁但係你話 UBW 同飛，我又覺得冇好明顯絕對嘅優勝咯。即係睇你鍾意呢一類型嘅，因為嗱一種就係比即係阿 Saber 線就係比較黃道，即係可以隨便推介俾人睇都得嘅故事。但係依、這個就係 UBW 嗰種線，就係其實因為佢多咗一個就係內。講咗內心嘅嘢，講內心同埋一啲思想嘅主題啊，所以就會好似會比較內容就好似深化咗少少，就令到可能有啲人就當然有啲人未必會接受嘅，有啲人真係可能鍾意好鍾意 Saber 嗰啲人就真係未必覺得呢條線係真係好好嘅做法。咁啦，咁我哋就正式講翻就係、是、之後就動畫化咗啦。咁動畫化就係、是、動畫化就係 Saber 線啦，動畫化就係、是、咁、嗯。其實我哋講下嘅 Saber 線，大家覺得即係應該成個動畫版覺得點咧？其實整個動畫版最厲害，其實不如講一開始動畫版有俾人有啲咩感覺先啊。好啊，你動畫版其實一開始你未做之前望下個 staff 睇下啲人，你都覺得咦呢套嘢睇得過喎，跟住望下呢套咩嚟㗎 ？Face Day Night 原本身咁嘅銷量嘅遊戲 ，Type Moon 嘅出品，咁嘅寫手，其實你都覺得已經冇乜問題㗎啦。不過呢係做到中後發覺有問題嘅地方，就係佢係一佢動畫化一定會改原作劇情，咁我哋會接受到，但係佢改得嚟改得好奇怪、好生硬嘅地方。即係例如話阿林喺學校入面啊追殺阿侍郎啦，又或者侍郎後嚟變咗把雙刀啦，即係青光上落斜，係光上落斜。呢啲劇情其實唔係飛線，呢啲係 UBW 線嘅發展，佢然之後夾咗落去飛入面，完全係唔啱邏輯嘅劇情嚟嘅。係我諗其實嗱首先就係 UBW 線，我覺得佢嗰陣時即係佢哋都未必覺得一定會做嘅，其實即係佢想又想俾人知道某啲嘅關係，嗯、所以佢就。夾硬就將一啲其原本 UV 執線或者一啲原本英線少少英線嘅嘢，佢就組合咗落去喺呢個 Saber 線。佢夾咗佢阿林同埋英嘅姊，即係以前姊妹，但係冇講明佢兩個姊妹，即係唔係講得清楚咧？講一兩句算鬼數嘅，即係你劇情有都係冇嘅劇情，不如又唔好做啦就。但係嗱，我哋唔好咁睇先。嗱，首先嗱，睇依套嘢嗰陣時，大家當冇玩過 game。或者唔以 game 嘅角度去睇，咁大家覺得其實個編排上 O 唔 OK 先？你唔玩個 game 其實都理論上都得嘅，幾黃道啦真係，即係黃道，即係冇驚喜又冇咩特別地，好簡單就有。其實佢都有啲即係有啲端倪睇到就係、是、真係做到就係動畫，即係應該話你玩個遊戲嘅，你會睇到少少端倪就係一啲分支線嘅位置，即係當然你有玩個遊戲呢啲人你可以睇到，但係冇玩過嘅話亦都無損你對個劇情嘅了解。呢樣嘢真嘅，我覺得係。就係咁囉，即係四平八穩囉，冇咩特別呢就係咁。等於你玩個原作你會更加了解個故事去講咩啦，啲細微位係囉。佢動畫冇乜點解釋過嘅，咁你玩原作你先知道哦原來咁嘅。咪但我覺得其實呢即係呢啲動畫版呢都係做咗一樣嘢，就係呢佢都係扼殺咗呢個 Alantra 嘅即係槍手嘅故事囉。
本来是一个好型嘅角色嚟㗎嘛，又老人啦变咗。又死得型，又即当然佢最后佢死咁佢都做返出嚟俾你，但係即佢中途嗰啲好有性格嘅表现呢係完全 cut 晒㗎囉，我真係唔係咁鍾意。开头出过一次諗咩死完玩完中间冇咗佢嚟啦。即係爛炒好似永遠都係一個悲劇人物咁嗰啲。之類唔該都係。四次有第四次同第五次嘅聖杯戰爭都係。嘅搵投錯主人搵錯台嘅呢啲。你話其實係最Saber 線其實最難冇講到或者係講唔到嘅就係你講阿 Aja 啦，其實係由 Aja 出場到去到 Aja 死嗰度呢，其實 Aja 真係講得好草率嘅，佢啲嘢係講得係。即係連基本就係講一個角色嘅嘢都講唔到之後佢就瓜柴。即係可能出場俾阿 Saber 冚傷，咁你冇得出場咁算啦。跟住後嚟唯一出場機會就瓜老襯呢，就真係冇做過嘢嘅啫。但係其實都好特別，就係念咒，即係佢哋啲念咒，就係我記得好似佢哋全部都用德文嘅，我記得係。冇留意過呢啲喎。即係佢哋動畫版所有玩咒語嗰啲呢，全部都係好似係用德文嘅，我記得係。講到懶型咁樣啦，咁同埋跟住有時候德文裏面當然夾雜咗一啲唔鹹唔淡嘅英文啦，大家都會聽到嗰啲啦，即係無限劍制之前嗰啲嘅嘢，你都會見到就係阿Sa講咗一大堆英文㗎啦，係。不如講阿Sa嘅講寶魔力啦，就係、是。寶魔力嗰單嘢就動畫版就冇做，後嚟由 TMA 做翻嘅就。寶魔力其實你講翻話死，你應該係阿扎死之後寶阿同阿 Saber 寶魔力嗰一幕啊嘛。係啊，去咗間空屋度。啊，因為間屋喺度嘅啫。我記得即係我睇動畫版佢做，我唔知係咩版本啦。我動畫版攞條唔知乜鬼夢，有條龍喺度飛嚟飛去就算咗。唔係呢個就真係應該話係進入咗一個意識交流，意識交流裏邊咧就係咧阿神交中。唔係，我寧願你用畫面黑啊，算鬼數啦，唔好搞啲咁多奇怪。畫面黑你以為壞機嘅？唔係，其實如果簡單啲嚟講，其實點解唔用啲血整個魔法陣會係簡單啲咧？我嗰幕我睇得好奇怪，係嗱阿林就騎住阿。執林會咩唔係咁啲啦，用一個文雅啲嘅角度嚟講呢，兩位少女繳扭埋一齊，係啦，然後跟住我就跟住衣服開始鬆開，但係呢仍然保持呢個矜持，但係跟住我係好神奇，就係跟住畫面一轉呢就變咗係朝後早就變咗係阿侍郎就撳住阿 Saber 咁阿林跟住就企埋一邊，咁中途嘅過程我覺得其實佢咁樣做，老實講你真係為咗做一啲比較儀式性嘅劇，你應該做埋出嚟，你唔好做到唔湯唔水囉，即係你擺入微波爐囉，你擺入微波爐之前冰嚟嘅，冰完之冰完就變咗就食得啦咁樣，就變咗第二個樣囉。我反而情願其實佢做返好似就你召喚嗰陣時嗰個儀式嗰種咁樣呢，反而你話你以一個你唔係十八禁嚟講嘅話，我覺得反而咁樣做係仲更加好囉，好過你無啦啦做兩個女無啦啦攬埋一齊，然後唔知做乜嘢，跟住又話係做緊儀式，突然之間又畫面一轉又轉咗去其他地方，我覺得係好曖昧囉，成件事係。其實或者可以參考一下 PS2 其實嗰種改法會唔會 ？PS2 嘅改法係點呢？PS2 嘅改法好似係移植呢個魔法回路嘅啫喎。動畫版都係講移植魔法回路，佢係原作都係咁，因為 H 去移植啫嘛，佢哋係。嗱原作就 H 咁，動畫版咧就係講佢哋兩個男白狗最急要盡量身體接觸，引述嗰句叫做係啦，盡量身體盡量。最多部位嘅身體接觸，然後跟住呢就入咗個類似精神世嘅嘢呢，然後跟住就食咗阿侍郎嘅魔法回路。啊總之搵一刻就算鬼數啦，我哋咁多做乜啫。所以我覺得嗰度係真係處理得係最差嘅地方囉。嗰度係超搞笑嘅，真係。嗰度係真係你睇兩個女角你咪睇得好開心喎，但係喺呢個劇情嚟講係真係唔掂喎，我覺得係。咩劇情啊 ？H 啊？唔係呢樣嘢。就算你講，唔係應該話係個劇情嘅交代，你移植魔法回路個究竟係一件咩嘅一回事咧？有前因有後果，冇中間。OK， you win。錯啲，冇咗啲。所以就唔係嗰度就唔係真係做得咁好，同埋靈咒嗰度其實佢我可能係因為 Saber 線嘅關係啦，佢直接係令到諗個領袖係冇咗嘅，係阿薩冇咗死咗，即係代表佢死咗嘅。但係應該其實如果照翻遊戲設定係唔會消失㗎嘛，領袖係啊，可以 keep 住或者轉俾人都用到嘅。下一個週末都用翻佢，你可以下週末承繼嘅，仲可以係好使好用嘅，即係呢啲嘢。佢就我唔係好明點解佢要做呢樣嘢，即係當然你話係之後阿林係冇咗出場嘅機會啦。嗯。有啲破壞咗設定喎，我覺得係屬於我動畫版改出嚟嘅大部分嘢都通常會有少少呢啲咁嘅問題嘅，又未必一定要挑呢個位嘅。吹毛求疵啦，你可以話我係。唔係咁，其實
你講翻多有道理，因為你後嚟越到後期咧，啲隱含位越嚟越多咧，即係啲劇情越嚟越交代不周之後，同埋冇乜人，同埋除咗侍郎之外，係冇人用靈咒嘅，我發覺係。唔係動畫冇做啫，神二應該有用嘅，我記得係神二係有用過嘅，但係其他人你冇覺眼佢哋係有用過靈咒咯。咁我覺得就係靈咒變咗係主角嘅屈機技能，就係主角嘅特別技能咁樣咯，好似係咁覺。角色專用道具。今次時間差唔多，咁我哋留翻下一節繼續講下，睇下討論翻就係喺動畫版同嘅劇情同埋之後就講嘛，即係 UB 粒嘅前瞻啊，劇情同埋之後就講嘛，即係 UB 粒嘅前瞻啊，劇情同埋之後就。好，欢迎翻嚟最后一节动漫无双啦！我哋继续呢个四划线嘅故事啊！咁我哋之前讲完打完巴叔啦，但系巴叔就打阿师姐啦喂，打 Casa 啦真系。嗱，其实呢一段其实改得好犀利，即系当然你话如果冇睇过原作嘅话，系你感觉唔到有咩问题嘅。其实系呢度佢就讲咗就系、是。打完巴叔之後，阿耶啊就成為咗阿侍龍嘅後宮之一，食客食客，誒唔好講唔好後宮，後宮成日都後宮咁樣，就食客成為咗，咁然後跟住就捉嘅角色就變咗捉咗個唔完全唔相關嘅路人。是唔明點嗱？依度其實我唔係好明點解佢要咁樣處理嘅。增加出場率冇用啊！出場一集就 SM 人啦，跟住唔係嗱，我嗱首先嗱，捉佢固然係唔知咩原因啦。你唯一嘅原因就係話威脅侍郎啦。你唯一嘅原因可以講到嘅就係、是、第二個唔知嘅原因就係點解要著咗件黑色緊身衣啦？呢件係一件係真係關乎其實係英線裏面嘅一啲少少故事嘅問題而著依套衫嘅。咁可能你都可以當係師姐個人趣味啦，啲變態問題。依度我諗都係屬於組合性嘅。問題咧，即係惡搞玩嘢，又唔敢冇，又唔敢冇，因為其實嗱依樣嘢故事裏面就係卡薩喺三條線裏面捉嘅人都係唔同嘅，基本上。咁就原作你話如果原作 Saber 線嘅話，其實係捉阿伊利亞嘅，而唔係捉阿英嘅。即係阿英其實咧係一直都冇劇情嘅，可以話係如果真正嘅 Saber 線裏面咧，佢真係除咗投閒自殺一開頭見到佢煮飯同埋同阿侍郎行翻學校嗰段路之外咧，之後係冇劇情嘅。咁正宗老人，咁、我哋讲翻，即系原作飞射叫咧，其实就系打师姐喺系咯，咁佢叫咗捉咗阿伊利夏去照，系咯，跟埋系神父照嘅系，都系杀完师姐之后咧，阿神父就执意摊，系就捉原本咧就系卡晒嘅实行嘅计划嚟嘅，不过神父就见到咦顺手啊，咁样就执埋二摊顺手喺嗰个位度召唤埋，系咁而家 TV 版就改咗到。由阿師姐出場，波波冇變嘅就英雄王大家亂入啦就。英雄王亂入嗰位就冇變啦，英雄王亂入咁即係呢啲必殺角色就。大郎就冇改嘅，但係你話打卡薩嗰個位其實就同原作嘅 UBW 線冇分別啦，都係咯。即係阿侍郎對阿國務老師啊。唔係，其實呢個就一直都冇變嘅，呢、這個就三條線其實你話打嘅都係UB 得算有少少唔同，國務嘅對手有少少唔同，但係基本上嚟講都係同侍郎打嘅。初次就會見到阿侍郎就 copy 呢個光聚莫邪啦。呢、這個位其實就真係呢啲係牽使位嚟嘅啫，呢啲就真係其實冇乜。動畫就佢冇完全交代過呢啲嘢啫。咁冇辦法，你始終係做緊 Saber 線啊嘛，咁你唔會特登話去做呢樣嘢出嚟。啊，我記得好動畫好搞笑咧，阿林咧系经过咗一阵，咦？嗰阵幕情，跟住后嚟剧情冇实冇交代过任何嘢嘅就，跟住完咗啦就。因为有只狼喺度幻想紧某人嘅身影啊嘛。背影狼。呢个就系阿泽就系变咗，即系佢导师，即系佢导师就系教佢点样用呢个能力。金手指。教佢點樣用呢個能力，咁就所以就頭先投影咗呢樣嘢，咁當然有啲都呢、這個係有設定上嘅問題嘅，呢、這個係因為一開頭講明係要明白呢樣嘢嘅構造噶嘛，咁佢又未揸過手，佢又點知道？最大問題要見過實物嘅就，如果你未佢見過實物第一次阿薩同阿西伯打嗰時候都唔係阿薩攞個係假嘢咯，都係都唔算要實物嘅都。咁係嘅，都係嘅。如果你話設定上都係嘅，但如果你睇翻某些成就咧，佢 copy 啊，試下推出物係低一個 level 嘅，即係 A 級寶裏邊 B 級嘅就。如果咁嘅話咧，阿Sa 攞個 B 級出嚟，阿侍郎睇就變咗 C 級嘅啦，係。所以咪把刀咪會碎嘅咯。一個平行世界嘅謬論嚟嘅，就唔好嚟嘅呢啲人。即係呢個 A 由依家見到個 A 貨 copy 咗 B 貨出嚟 ，B 貨呢個變咗 C 貨出嚟。下個世界 C 貨變咗 D 貨啦，我想講，又冇理佢啲就。係咁，呢啲有咁嘅矛盾嘅問題係啦。咁然後跟住啦，就 Casa 就佢都做少咗危機嗰啲嘢，都做少咗好多，其實都比較草草了事嘅，我覺得，因為可能 Casa 其實最近就話召喚無限嘅骨頭兵啊嘛，但動畫冇做嗰樣嘢係。有幾時啊？係咪有啊？好似唔見有喎、啊。動畫出刀仔啫嘛。系啊，冇啦。切斷契約個刀仔啫嘛。系啦，
佢啲集上面，啲集兵啲集兵有气势噶，打交攞斯洛斯和主角嘅气力噶嘛，佢冇用过，原因点解就？集兵系最咩打英皇嗰度啊？唔系死咗啦，嗰时卡萨已经。但我记得好似系有打骨头兵呢类嘢噶。啊，有入去圣所谓嘅圣殿嗰度打过一阵咯，就跟住冇啦。英皇王嗰阵有打到骨头兵噶，好似。我觉得主要系变咗系阿沙士嗰度，同阿小次郎同阿西利打嗰段重咗，我觉得系。如果你要以动画版个骨骼嚟讲，重咗。因为阿神又系一路人角色嚟嘅，你见到就系喺如果 Saber 线里面，佢系好路人嘅，佢系好快瓜柴嗰种嚟添。会唔会系对日本人嘅另类嘅 service 咧？唔系，因为佢剧情戏份同阿 Caster 连埋嘅，咁当然 Caster 先有发展，佢先有发展嘅。咁但系搞掂咗佢，就可能又会打 Caster 噶啦嘛。咁你未搞掂会抌抢佢，咁自然 Caster 梗系打耐咗噶啦。你可以咁樣理解，但係因為其實就算係呢、這個小次郎嘅身世之謎，其實同佢個故事嚟講係完全係冇關係㗎。你空唔空想其實對個故事嚟講係唔影響唔大㗎。其實呢、這個你唯一做到嘅牽絲就係話英靈唔一定係古代，唔一定係死咗嗰啲英雄，一啲構想一啲虛構嘅都可以。總之佢話傳說啊，你人一生仲傳中嗰啲角色都係囉。系啦，即系你呢啲可能你咁样孙悟空都可以啦，即系孙悟空都可以嘅，真系召个唐太宗出嚟都可能。你可以讲嗰啲三国无双啲嘢。系啦，咁跟住就打，跟住就大 boss 出场啦。跟住就如果你话动画版嘅话、就是，就系呢个英雄王出场啦。不如话除咗英线之后，其实 UBW 又好，飞线都好，都系英雄王做 boss 嘅都系。佢咪出嚟打开个柜咯，佢系跌晒啲嘢出嚟咯，吓死人啦！唔係，其實呢，我有一個解讀㗎，點解英雄王會倒櫃桶？唔係，點解佢會咁遲咗場？佢每次出完呢招之後呢，相信好似會入紅酒咁樣呢，就要將每把劍擺返入去呢，可能擺完之後佢先，所以啱啱擺完佢先出得場嘅。呢個好似同人咁嘅設定嚟㗎，係話似執少咗啲槍呢，就俾人六虎攞咗去賣，咁呢個就劇情嘅外面就唔好講啦就。即係當然佢呢個就造就一個就係連接上一代聖杯戰爭嘅故事嘅，佢呢個位亦都解釋咗阿侍郎嘅身世之謎啦，真係侍郎嘅不死身之謎。开头系讲个小小，但后嚟冇剧情嘅，咁佢要交代翻噶嘛，唔可以唔讲噶嘛。呢个其实佢会系解读翻，就系话点解阿侍郎会召到阿 Saber 出嚟？嗯，因为就系话召唤嗰度系要话系一定要有嗰一个媒介，就一定要系嗰一位英雄嘅相关同佢有关系嘅事物，你先可以召唤到佢出嚟。如果冇嘅，就可能系魔术师本身嘅个性拉啲同性相吸啦，系啦就。系啦，呢、這个就其实喺无论边条线里面都系一个极大嘅牵丝嚟嘅。呢条线其实系一个咁，当然呢个就无论喺之后话都等紧讲 U B 得，其实都系一个好重要嘅线索嚟嘅。呢、這个就系其实佢呢个位其实都虽然冇讲明，但系佢都希望观众系 get 到呢个意思咯。好难 get 噶，你话。阿林都话条颈链 get 到啊，但佢把剑喺个身入面化成灰嘅，点揾咧？其实咁剑鞘咁，即系个特性咯，咁咪变咗系，即系佢特性，所以佢先可以召到阿 Saber 出嚟啊嘛。咁佢冇咗剑鞘嘅话，就唔知召咗咗咩出嚟噶啦，可能打即系打呢度嗰时件事，即系最惨嘅受害者就系呢个枪兵哥哥啦，就系我哋惨死啦，就系咁样，即系完全冇剧情，只系惨死啦。唔知乜出嚟话好，你們走啦，我哋顶住，跟住挂咗啦就。佢冇咗，因为冇咗原本 Lanza 佢个原型系阿富夫林啊，佢冇咗富夫林嗰种嘅角色嘅特性啊，净系你除咗知道佢系打之外就冇噶啦。因为原作有讲，原作系讲佢系即系点解要帮，系咯，即系佢真系话佢睇唔顺眼呢啲嘢而唔帮佢，但系你动画都有讲到嘅。动画嗰一句话，动画系因为佢俾人兑换咗，跟住佢先觉得睇唔顺眼啫。你只系觉得佢有少少，哎呀，我自己杀黑不爽咁样。咩系咁咪咁讲嘅？动画未睇剧本，咦？要我变中啊？好，我变中个赌客身上就咁完咗啦。剧情都大家都见到就系、是，虽然编排个故事系个情节个调度系好，但系去到后面呢啲位系有少少越嚟越乱系咯。讲收工啊，大家都讲收工，快啲打完就快啲走啲。算系冇办法啦，其实。但唯一赞嘅就系啲画工全部水准之上啦，冇咩崩位啦。都有一兩集係幾唔多，都有賓嘅頻都冇 Marcos 咁犀利，就係 Marcos 係用錢問題啫。嗰啲就我覺得最打得最頹，其實同阿嚴峰打嗰場係打得好頹，其實係佢掟嘢啫嘛。咩啊？嚴格嚟講唔係打，其實咩啊？就俾咁多時間俾主角 up 咁多心路歷程，諗乜廢話啫？必須噶嘛？呢啲真係剎那間一秒都冇嘅時間嚟㗎嘛。等於你睇嗰啲變身畫面三十幾秒，但係十個鐘入面唔會俾人打得一兩秒咁啫嘛。嗯。佢係為咗
圆翻故事话，哦，原来一直系为咗咁样而奋斗嘅，咁样去做翻啫。我觉得呢啲嘢就，当然其实有好多人其实都即系未睇过原作，或者系其他嗰啲人就有啲烦暴，就觉得话点解阿英雄王咁劲咁揸流摊咁样死嘅咧？其实啊。英雄王本身咧就一直咧都系未，就算任何一个故事咧，佢都系唔会出尽全力同人打嘅，即系 hea 打为上。因为如果你话以翻故事设定啊，或者任何嘢咧，只要英雄王出认真咁出全力咧，系所有全部英雄都系唔会救佢打嘅，因为佢有对戒嘅宝具啊嘛。冇错啦，咁即系你话就算话好似话讲到话是系佢嘅死敌，但系认真起上嚟嘅话，其实啊，侍郎都系会输嘅。其实我觉得佢认真少少嗰一刻咧，就系喺前传飞丝和嗰下打嗰下认真多啲咯。同埋佢第一次同最后嗰战同阿 Saber 打嗰次，其实系因为打完呢一战之后，佢就好想得到阿 Saber， 所以就话因为好想得到佢嘅关系，就唔可以杀咗佢。所以就全体流力，咁就令到个故事就讲到佢又系吹到佢好劲，但系点解个故事最后佢会死得咁核突嘅咧？咁就啊呢就冇计㗎啦，即係其实衰咗又係嗰啲收工啊。係啦，咁我哋嗱去到呢个位，咁我哋其实讲返少少UBW 嘅情报嗰啲嘢啦。咁啊，其实 UBW 嘅制作班底同埋动画版制作班底基本上係冇分别，实际上其实都冇乜分别嘅。咁声优都好似冇分别喎。声优都系冇变过。咪最紧要罗生冇负责監返嘅先，即係亲自監督佢。好似冇。因为我记得动画当时監督咗太差呢，所以佢又几嬲下嘅，话我怀疑佢今次會不會。动画監督呢系呢个山口佐司，咁其实讲真，其实你睇返呢，其实佢監督个动画其实就唔算太多嘅。佢因为佢通常都系做一啲所谓系话帮手画下嘢啊咁嘅啫。如果你话佢真系做监督嘅咧，其实系另外一间H Game 公司 Orbit 嘅两只 game 咯，掩与母子与女人啦、啊，同埋陀华与蝉呢两只咯。其他其实佢真系比较系啊，所以其实佢系比较少做监督嘅。所以其实佢呢个咁嘅监督就你唔会吸引到你睇嘅。反而其实另外一个着眼点咧，其实就可以话系做人设嗰位啦。咁就係呢個石原慧啦，咁其實呢位就無論大家係睇一般向動畫又好啦，即係睇又或者係睇 H 呢都會知道係邊個嚟嘅。咁其實一般向動畫啦，咁當然啦，佢除咗 Face Day Night 之外就更加吸引嘅嘢都有嘅，不過其實最吸引嘅都係 H 嗰邊啦，就係、是、呢個空之色水之色嘅下卷嗰邊啦，其實你可以睇到作畫嗰方面其實同埋人設方面都係好出色嘅。咁其實另外一方面就係音樂嗰邊啦，呢、這個川井憲次嗰邊都係。咁當然最厲害嘅真係 C70 嗰隻喇蘇喇嗰隻碟啦，其實聽翻嗰隻 Face Stand Up 動畫版嘅 OST 嚟嘅。咁其實如果有翻原本呢個班底啦，其實基本上其實加翻個結構嚟講 ，UBW 都係絕對令人期待嘅。咁大家其實想都係睇翻長城。都系会有观望啊，或者其他嘢、啊。但系其实嗱，我讲翻少少就系，如果真系其实想即系话想未玩过原作，或者想睇个想估下 UBW 嘅一啲故事咧，其实真系睇动画版嘅 Saber 线咧，系某真系可以睇到啲端倪出嚟嘅。呢、這个就真系你大家真系可以拎翻出嚟翻睇一次，其实你会睇到一啲。二撞位嘅，我举手，我未玩完再睇动画先嘅，但都已估到嘅啦，咁讲完啦，即系唔算难估嘅，其实你鼓励人哋去自我剧透啊？嗱，咁你自己估就冇所谓嘅，自己估嘅就开心嘅，其实你估到嘅就即系你买中咗一步啦，呢啲佢都讲得好白噶，系讲得几白，唔系系讲得几白嘅，即系你会估，唔系而家啲人好懒噶，用诸神噶，咁 Google 噶，啲唔好理佢啦。咁呢啲咁就當然我哋唔可以劇透啦，我哋劇透會俾人鬧啦，我哋劇透就會UBW 就二月咯，好似係二月，唔係1月23號喺日本上，咁佢係7月31號嗰陣公布嘅，咁8月22號嗰陣就應該係公布話賣飛嗰度啲嘢正式開始賣飛，其實會幾長嘅。幾長啊？我諗大概都係90分鐘左右啦。其實我都唔夠啊，兩隻。我覺得真係佢會 base 於動畫版
而去跳咯，即係我覺得如果真係要睇呢一套嘅話，我覺得真係要睇翻動畫版。其實根據翻最新 C 七十六會場播嗰個 PV 咧，你見到其實佢有都用翻唔少係 TV 動畫嗰 part 嘅，即係你當係總集篇嗰種咁嘅跳躍方式，然後跟住就喺某啲位再大改動，係咯，90分鐘。你如果真係90分鐘嘅劇情嚟講，你預咗大概幾多集呢？90分鐘即係三集啊，三集咗嘅劇情。應該頭一集一樣嘅。頭一集咪頭一集佢真係只係去到打伊利亞嗰個位置，之後就要全部唔同㗎啦，其實就要。咁其實嗰個位置會比較廣呢，因為大家都知道 UB 得條線同 Saber 線其實打個次序啊同埋個劇情係真係好唔同嘅。我都其實有啲擔心佢九十分鐘，如果真係九十分鐘做唔做得完？咁啊，想知做唔做得完，大家就拭目以待啦。等 DVD 或者去買飛啦，去日本買啦。去日本買飛啊！有我哋又跳出，我哋跳出去呢、這個買飛就應該都有電話卡送嘅。另外去 C 叉都有啲先行嗰啲咩飛賣嘅，都有可能有寶石送咧，可能有。唔係係 Saber 同埋阿林嘅電話卡。嗯，係啦。咁我哋就拭目以待啦。咁我哋可能睇完呢個 UBW 之後，即係可能我哋可能連埋喇喇下一齊講，因為大家電影版係嗰度近之後嘅我哋嘅感覺啦。之後就好啦。咁今日嘅時間就差唔多啦。咁我哋下次翻嚟再見啦。拜拜。咁我哋下次翻嚟再見啦。拜拜。咁我哋下次翻。